and fine. If her daddy's rich, take her out for a meal. If her daddy's poor, just do what you feel. Speed along the lake, do a turn, do a turn at 25. When the sun goes down, you can make it good and nearly fine. Without bad people, without daddy, without me, without everybody, but we do as we please. When the weather's fine, we go fishing or go sailing in the sea. We're always happy, at least we're living here, that's our philosophy. Sing along with us, d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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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 da dee da da da. Here's a quick one, huh? Huh? 还没走。这非得让我说出那个字吗？不是大哥，这我可不可以、啊？不可以，马上消失。好，我们走，走吧。我要开个小会，护送啊，路上小心，别让花盆砸了，别让车撞了。虽然你们不住这儿了，但是我们依然是朋友。没有时间的话，经常回来玩。好，走走，我们走。等等。说的没错吧？那谁的电话？一块带走。露露，把剧本给我。怎么了，辉哥？别叫辉哥。嗯，那叫你什么？随便。啊，改姓随了。这个按剧本好像他们这该回来求我了呀。啊，假戏真做，你确定啊？确定，一定以及肯定。胖子洗手眼镜。你们也不能就这么走了，是不是？你让我们走的。你们以前做的是不是也有点不像话了呀？所以我们才走的嘛，是吧？你们就不能检讨一下自己？怎么检讨？啊，不会。你不会，我会啊，我帮你。啊？哎呀，这个家卫生太差了，跟个公厕似的，还不如公厕呢。大家谁说的？收拾收拾，怎么也比公厕强啊？对不对？起码这是一个公寓啊。那怎么打扫啊？啊，我就不会打扫房间。不，你不会打扫房间啊？都我会啊！就我以前当过兵，我跟你讲，这房间打扫的被子叠的整整齐齐的，不信是吧？嗯，不信，好，不信试试来，不信。先生，你的被子呢？我的被啊，我的被在这儿呢。嗯，啊，这我睡觉的时候盖个肚脐儿就行了。你们几个还有什么困难？困难，您看着，嗯啊，就家有点脏，是不是？房间脏点了，我来打扫。哎，不用，这点小活我干。哎，看着。那你们看看怎么样？还可以吗？我明白。错。这大哥，这干净吗？这卫生吗？哎呀，卫生！我跟你讲，我以前在部队。我可是当卫生员的，我跟你说，卫生员是打扫卫生的。卫生员不是打扫卫生的，那他打扫什么？对，我卫生员是打扫卫生的。就我在哪儿？我不仅仅打扫卫生啊，我厕所我都打扫啊。啊，不，这你，哎，我嘟这个嘴干了。哎，你干什么去啊？打扫厕所不是吗？是打扫厕所，可我们的厕所以前是五星级的，六星的。厕所能六星？谁打扫？算，我们走。哎，别，不就是六星级的厕所吗？一会儿我进去，出来就是七星的。不信？
啊。好，请阅吧。我先看看吧。鱼啊，你以为你是谁还鱼还用用批示啊？看看。挺干净啊，油漆了型。嗯，啊，这有标准，我得看看。啊，算你狠，在镜子上贴七个型就是七星级了。看没看见？看见七个星了是不是？我想看见了。你要想看八个星，哎，我这还有。啊，卫生，你就这么脏乱差的卫生，你怎么能说比餐厅干净呢？哪有餐厅比他再脏了？有啊，咱家的餐厅。我们这算不算出了口恶气啊？是啊，平时看着耀武扬威的，其实我早就看不惯他了。对呀，这次有点小人得志啊。啊，眼镜，你怎么能说这话？其实罚倒是挺不容易的啊。啊啊，对，哎呀，冯大哥这人太不容易了，是个好人呢、啊，我最佩服他这种人了。啊，我们都那么刁难他、挖苦他，他都不生气啊，太好了。啊，怎么是你啊？以为是那保姆员的，还让我说了这么些威胁的话，还是恶心。我说呢，我还以为你良心发现了呢。这我还良心发现？我跟你说，我呀、啊、根本没良心。对，去、啊、一边过来。哎，刚才什么情况啊？让皮少给你汇报。哎，什么情况？刚才的情况啊，说起来我就兴奋呐。啊。冯哥给你打了一针，还要比打了一针还兴奋。我跟你说，当时哎呀，简单说明啊，那其实就跟你想的差不多了。真的啊，太好了，我不知道嘛，我终于可以拿到它了。哼，我跟你讲哈、啊，我拿人那是最拿手了，我拿，直到结婚为止，看着往哪跑。嗯，结婚？结婚？我只是打个比方。你走火入魔了吧？你怎么能想嫁给放毒呢？什么呀？人家都结婚了，怎么可能？哦、啊，就算是没结婚，人家也不会娶我的。哦，我也不会嫁给他的。哦，什么呀？你们哦什么呀？不许！啊，皮少啊，没事没事啊啊，原来你看好那个啊？对呀，我说你怎么那么生气呢？啊，好，我不管了。那这是房东在交通博客上写的文章，你们自己看着办。老狐狸的博客，啊，我知道，房东的王面玉面肺活，玉面肺活，我看这玉米面糊糊还差不多，我看看，玉面肺糊的狗呗，哎呀，不是这个，是下面那个，哦，非常公寓的三头猪，啊、你是住着还行，俺俩哪行？就是啊，哎，你们，我倒看看这房东，他能忍耐到什么程度？不是你想干什么？我给他打个电话。啊，喂，哎，冯东大哥，啊，对，是我，反正什么，我们三个人呢，在你这个革命情怀的这个感染下哈，我们三个人心潮澎湃，心旷神怡，心猿意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啊！哎，我决定请你到我们家来共进晚餐。哎，对对对，就今天晚上。啊，对对对，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哈！啊，哎，再见啊！哎，你是不是有毛病啊？啊，冯东说咱们是猪，咱们还请他吃饭。知道什么？我安排的是豪门盛宴，鸿门宴吧？啊，对对对，鸿门宴。明白了吧？嗯，就你们俩这猪脑子，这房东说你们是猪，一点没说错。这不明白，我的意思说，咱们这稀饭里加上西红柿丁、花果丁、松花蛋丁，就把它搅拌一下，假装成呕吐物，然后装在一个塑料袋里，你藏着，然后你看我颜色行事。我一给你眼神，你就上厨房里把电闸拉着，然后你迅速的把它倒到碗里，假装就是你吐出来的，然后我就当着房东的面把它吃了。你说我都恶心，哈、啊，就是，你都恶心，那房东就更受不了了。我倒要看看他能忍耐到什么程度。他说我们是猪，我就当着他的面吃个猪食给他看看。心动，行动，马上。去去，这不是你的台词儿。
哎呀，没什么，都是家常便饭啊，家常便饭。这都是你自己做的菜。哎，这都是我做的。我跟你说，我做菜这历史可悠久了。啊，不用说了，我自己看看啊。松花蛋啊，香肠啊，你不满意啊？不是，哪什么不满意？我从来没见过，这也叫菜吗？我说那意思就是，我们之间就是心意，对不对？啊，对对对，啊，心意。大哥，你先吃啊，我去趟洗手间。好，嗯。哎，这眼镜呢？眼镜啊。来陪大哥吃饭了，都没吃是吧？啊，都没吃。啊，这怎么还有个空碗呢？啊，这什么？那个有道菜没上，这都留给我涂的。啊，不是，眼镜今天有点不舒服啊，老是想吐想吐的。他又想陪你吃饭，我就给他准备了个碗。你这样，要不上医院看看？没事儿，吐出来就好了。啊。哎呦，我们开始吃吧。你先来，你先来，你先来，啊、来来，你请，请。哎，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呀，哎，这亮了。哎，我们这经常就这样。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去。啊！你眼镜里吐了，你。我这，你这应该上医院，这是。哎，这倒了也怪浪费的啊！这。西红柿，啊，还有黄瓜，还有面条啊！哦，不行了，这都是不浪费。哎，大哥，你别走啊！哎，这谁弄的面条啊？我还没来得及倒嘞。咱们做的是不是太过分了呀？我觉得是。啊！你们俩这时候都成好人了，要不咱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这倒不是样儿。等这个房东来了，跟他说说住下不就完了吗？对呀、啊，住下吧。你还要房租吗？你傻呀你！给他那么大面子，他还要他房租？就是，这是什么脑子？哎，看来你是执意要走了，是不是？哎，大哥，我们不是说你不要说了，马上就要是我忍受不了你。是不是给你面子，你当鞋垫子哈？鞋垫子，我穿鞋从来不垫鞋垫。我们已经有三个人要住下，我给介绍三位房客。来，这位是，大家好，我是六总。这位是袁绍。嗯。这位是眼镜。啊，我听见。江先生，啊，我听见，我是听见，啊，到底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吧？江学英。过为万中，大家好，今天哈，钱生意是不是？那我家里的熊哎，这位，真的大哥，真的，万中啊，各位万中，什么词儿啊？给我吐出来！